佛教智慧故事，鱼篮观音。相传在唐朝的时候，陕石地方的人不只有三宝，多造恶业而不自知。有一天，一位手提鱼篮卖鱼的美貌少女来到了这里。让让让让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佳人呐。小姑娘，你真漂亮，成亲了吗？我还没有娶妻呢，嫁给我吧。我的夫人刚刚去世，嫁给我，我的财产全是你的。这么多人追求她，她怎么会看上我这个穷书生？阿弥陀佛，公子可是为那位小姐叹息？大师见笑了，小生何德何能，怎可得到那位小姐的垂青？有道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如果公子真对那位小姐有意，何不请媒人去提亲呢？啊，多谢大师。你也想娶那位小姐？啊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实不相瞒，这一个上午就有几十个人请我做媒。你也别灰心，说不定人家小姐就看中了你。到时候这媒人红包可要给我包的大一点呢。这些公子老爷，有的家财万贯，有的才华横溢，你相中了哪个，只管告诉我。怎么你都没看上？没关系，我那儿还有很多备用的人选呢。请您把这些提亲的人都请来，我有话跟他们说。你想当面挑选？哎呀，这也对，话下来的不一定真实，我这就去通知他们。我就一个人，怎么能嫁你们这许多的人呢？这样好了，如果有谁能在一夜之间背熟这本书，我就嫁给他。补门品。儿时，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而作誓言：世尊，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我还是不能嫁给你们二十个人，只好再继续比试了。这次比什么？四书五经嘛，我现在就背给你听。这次谁能在一夜之间背熟这本《金刚经》，我就做他的妻子。我不能睡。我们都把《金刚经》背下来了，这次是不是该比功夫了？这次背《法华经》。还背？我背下来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不要走，不要。佛说是经时普什么来着？普贤等诸菩萨，舍利弗等诸身闻，及诸天龙人非人等，一切大会皆大欢喜，受持佛语，作礼而去。公子慧根深厚，您以后就是我的夫君了。真的？这太好了。好痛啊。夫人，你舍我而去，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，公子不要悲伤，您的夫人并没有死，不信的话可以开棺一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令夫人不是什么卖鱼的女子，她是观世音菩萨的视线呢。我明白了，菩萨是在点化我，让我弘扬佛法。阿弥陀佛。从那以后，马公子落发为僧，弘扬三宝，为当地的人种善因，结善果。
鱼篮观音的传说也因此而流传了下来。Namo Amida Phật.